首先我们先取出5号绿色线，我们这里要来缝制对应的叶子部分。叶子这里呢，制作方法相同，只是颜色线不同。大家这里呢，只需要参照我给大家缝制的方法来进行缝制就可以了。
方法。花朵这里呢，我们需要取出给大家准备好的布织布，放在我们花朵下方，一起来进行缝制，可以缝制出花朵立体的效果。这里呢，我们先来缝制这里的花朵部分。这里的花朵我们需要使用三号粉色线来进行制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
剩余的花瓣花朵部分呢，大家就参考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缝制。我们这里呢，大的花朵部分我们是要用这一个来进行制作的。大家可以将我们的布织布裁剪下来，对比大小来区分哪一个布织布缝制哪一个花朵。下面我们再取出我们的七号线，我们这里要来缝制这里以及这里的花苞部分。我们其他的颜色呢，大家可以参照我们的说明书或者视频当中的画面来区分颜色的搭配。我们最上面的这个花朵，我们要裁剪这一片布料。同样，我们先需要将布织布固定在我们图案部分上方。接着呢，我们再缎面绣来进行缝制。
下来我们需要取出我们的细针还有我们的透明线。我们这里呢需要裁剪出一小段的透明线，将它穿过我们的针孔，将线的首尾对齐，并进行打结固定。
将我们图案全部缝好之后，接着继续观看第三个视频。第三个视频会教大家如何进行裁剪以及我们相框的安装。